a ribbon from my hair. She get lost and I let it fall. Leaves off upon my skin. Better shadows on the wall.那个顺便讲一下，就是你们能够即兴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就对对，然后慢慢的自己会越来越那个，越来越稳。Time.
山比一山高啊，等一下你听得安的，所以你会慢慢慢慢的就自己慢慢慢慢越来越那个会比较满意的，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对错，而是等于说功夫的好坏啊，就在这边而已。节奏有对的吗？我也无从说起，反正能够这样已经算不错了，以后慢慢慢慢会进步了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，你再看看安的打的，好吧，我们再看看这个安的互相比较一下，反正一山比一山高就对了，也无所谓对与错就对了。因为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啊，你的节奏无所谓对与错，就你即使最简单的帅的也可以啊。所以节奏有百百种啊，你自己去慢慢慢慢那个体会。好吧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安的，来看一下啊。Take a leap from my head.Thank you.
己。你看他这个，他有装一些效果器，所以听起来声音就不太一样了。说这个功力怎么样，就是慢慢慢慢你们自己去多观摩多谈，反正一山比一山高就对了。你现在你们等于说是比一般人都强一点，一般人都不敢即兴了，对，你们还敢即兴了。在跟着，如果有机会，对不对？你到这个实体课来玩一玩的，然后有贝斯再加上去，同样你们在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贝斯的感觉又不一样，然后你可以更容易有东西，你还可以发挥出来。
可以找到时间来上实体课，反正我们这边有贝斯，然后这个你跟着贝斯配一下就知道了，感觉又不太一样。 I don't want to be alone。所以你们在问我说这个节奏有